中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中国，你好中国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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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国。走进中国，从这里开始。HSK 是由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主办的一项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化考试，重点考察汉语非第一语言的考生在生活、学习和工作中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。自1990年以来，已有410万人参加，成为留学中国、申请来华奖学金和教学评估的重要手段，并被越来越多国家的政府部门和跨国企业作为员工招聘、提薪和晋升的重要依据。我想通过 HSK 考试在中国留学。HSK 对我很重要，因为我想在中国学习汉语，可以来这里学习，在中国学习汉语。我靠 HSK 考试为了去留学。我在美国想找跟汉语有关系的工作，我应该考 HSK。 我比较方便找工作，所以参加 HSK 考试。通过 HSK 我在中国有更好的事业发展，我走上了演艺的道路。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参加汉语水平考试很重要。现在越来越多的英国人通过 HSK 考试来到中国。现代汽车是一个全球性的企业，我们公司鼓励员工努力学习汉语。 HSK 考试是员工晋升的加分条件。我得到了一个奖学金，开始留学生的生活。获得了一个来中国学习的奖学金。我想知道现在我的汉语水平怎么样。得有一种考试能让你客观的发现和知道你自己的水平，我觉得 HSK 很客观。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每一年都要参加 HSK， 才能证明你很好的掌握了汉语。汉语考试在帮助考生实现梦想的同时，也在不断结合国际先进考试理念及科学技术，完善自身发展。科学标准化的试题，准确地评估了教与学的效果。智能化的命题平台，扩大了试题来源，确保了试题质量。简便快捷的报名系统，让考生轻松注册参加考试。省时高效的网络考试系统，为考生提供了全新的考试体验。先进的网上阅卷系统，保证了每一位考生成绩的公平公正。最先进的视觉模型，最先进的这个计算技术，最先进的计算设备，都被我们应用起来，来改进 HSK 的质量，来使 HSK 尽可能的做到高分高分。针对不同群体对汉语考试的需求，除了 HSK 和 HSKK， 孔子学院总部还研发了面向中小学生的 YCT、面向商务人士的 BCT 和面向医护人员及医学专业留学生的 MCT。 2010年，孔子学院总部研发并实施了新 HSK 考试，五年累计考生突破100万，十年突破300万。HSK 考试是无可争议的今天世界上最好的、最权威的、最科学的汉语测试。遍及全球14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8个考点，将为全球考生提供更加便捷和优质的服务。